下武功唯快不破，传奇武打最新机密首度公开。你咔！搞什么鬼？你动作全部都糊在一起，这拍得到什么东西啊？重来一个。那个表情是有到位了，可是那个动作还是看不清楚嘛。哎，这人谁找的啊？导演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是武打名师推荐的，说他很厉害。很厉害、啊、那不好意思，我们再来一颗啊，再做不好、啊、就把你换掉了。这边有很厉害的人在等我，告诉你，再颗啊。来，收工啊！发钱。是，导演，来，辛苦了。100Mark4 超级慢动作录影，拍到超精彩的画面呢！无论是甩棍还是回旋踢，招招精准，招招到位。怎么看这个动作？哇！怎么可能？这是李小龙吗？幸亏有这台 Sony RX 100 Mark IV 超级慢动作录影，要不然我就要错失一位武术奇才了。这台 Sony RX 100 Mark IV 首款堆叠式感光元件，使它具备超高速快门，可让你拍摄最高一秒16连拍 4K 录影。其中 HFR 40倍超级慢动作来录制最高960fps 影格率，制作成慢速影片，呈现人类肉眼无法察觉的精彩瞬间。一台小巧随身机却又媲美单眼的性能，大家口中所俗称口袋里的小钢炮，果真不是浪得虚名啊。Sony RX100 Mark IV 超级慢动作录影，让生活慢轻松。